有趣是吧？这句话的神奇。灯光受控制，音乐不受控制了，都调整了一个意思。没有啊，你看他在动。哈哈哈动作好像没什么变化呀。什么小孩都可以啊。哦，孩子玩的就是。劲爆的音乐。只在控制灯了，这没不是全部灯的一部分，没有，它只是有部分时间给它控制，就有一部分位置给它控制。